你咋说？我说要生气，怎么那么难找找？早上，八点四十多，电梯应该是超重了，之后卡在27楼。如果说直接砸下来的话，那他们肯定会受伤，对不对？但是从后面他们出电梯之后呢，他们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当时是17个人，从47楼出来的，没有人受伤。